藏危险的冷漠，在你最放松的时候，却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，从来不回头。开始的感觉不会痛，不会痛，我那的瞳孔就像做梦，幸福的错觉很温暖，很包容，也许还期待，这是致命的冲动。你不懂，我不懂，究竟下手为什么存在？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？心情放松，摇摆，在你三百米之外，数着心跳等待，所有念头全抛开，锁起来。总之我就觉得唱跳真的很难，尤其是你又要唱，然后而且要唱好音，然后总之我已经尽力了，唱跳歌手至少不是莫名其妙我是华语莫名其妙是华这样的手语。然后你们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谢谢。然后我很开心能够参加很多的节目，让大家看到更不一样的我吧，然后我也希望能够从在演唱会里面也给大家看到另外不一样的我。那